知道这个是什么指、啊、这一个叫曼达拉手印，中间最高的这两个无名指做出来的就是须弥山，那这个四个交叉点呢就是四大部洲，所以这等于是南瞻部洲须弥山为主的所有四大部洲的财富全部献给一切众生，献给诸佛菩萨龙天护法，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手印。大家在家里也可以，大家可以你想供佛，可是你又没有金银珠宝，或者你身边没有很好吃的水果，也没有很殊胜的香，那你就可以用这一个这个叫做曼达拉。曼达拉呢，曼达拉就是坛城，就是把我仅有的所有的一切呢，都供养给无尽虚空的所有诸佛菩萨。三世诸佛菩萨还有一切众生的意思，所以这一个手印常常做呢也会发财。那这个呢是无限的，无限的手印，无限的手印，那这个无限的手印就是让大家可以得到无限的财富。无限的财富呢它包括我们看得到的钱财还有我们人生的福报智慧还有健康寿命，这个都是无尽的财富。